叫真清了，这个唔多雷碰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看注意，看。这个叫你去，嗯，好，两个方便。好，这边拍视频了。OK， 好，阿你应该袂歹啊。我会甲孙仔甲你。好啦好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来哦，拜拜。哦，这回吼，咱台湾的这个新闻媒体啊，来到这个贵州啊，那么这回过来到这个做北盘江这个大桥啊，咱这团啊，大家拢大开眼界，来看到这个大自然，这个风景啊，使得咱这次的这个新闻媒体采访，我感觉有达到迄真大的目标，达到咱迄个目的。